不好意思，今天我要跟大家坦白一件事，我并不是 Dolly 集团总裁陈明丽女士的亲生女儿，我亲生的母亲，是这位朱莉亚女士。真的假的？不会吧？我就知道这消息是假的呀！是啊，真是没想到哎，她还敢自己说出来，她是不是疯了？是啊，江念宇。 我有话跟你说。不管林星辰是谁的女儿，她都是我郑楚耀的未婚妻，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。管好你们的嘴巴。 今天发生的事情，谁也不能传出去。